这芭蕾舞女明星可真漂亮，我女婿还喜欢这个，真有品位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家新眼光可好了，这找女朋友也错不了。女朋友？啊？这……哦不不不，口误口误啊！准确的说是前女友啊！哎呀，都过去的事儿了。哎哎，我楼下还煲着汤呢，我去关一下火啊！你呢，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，别客气，慢慢看啊。 这怎么了？你这个……不是，刚才这上面落了一只蚊子，我就手一挥，这么一拍，这照片就砸下来了。哎呦，我的亲家奶奶呀！我叫你奶奶好不好？那画放的好好的，哎，你要有什么不高兴的，你跟我说。这是一宝贝的东西，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？我没有不高兴啊，真对不起啊。那个，你也知道，我是开面摊的，我每天揉面，这几十年做下来，手劲有点大。你手劲是够大的，你放心，一会儿我就把它挂上去。 陈嘉欣啊，陈嘉欣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结婚前我就跟你说过，都是当妈的人了，你要学会自己先照顾好你自己。你这么蠢，别人说什么你就是什么。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你？
是不是之前我一直说你嫁不出去，嫁不出去，你就干脆找一段这样的婚姻来对付我？王戏多忙，现在都十一点了还在看合同。知道了，我再等他一会儿。妈，你说万一哪天我要离开小西米怎么办？真的吗？没事儿，是我自己胡思乱想。你为什么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委屈？我不甘心，都是一样十月怀胎，为一样的奶，生一样的神，为什么我们嘉欣就不能跟别人一样幸福？